张琼宇四线的1.5。炸鸡和四旗队的这位。小小的惊喜，然后就是一会儿你们配合一下，就是我们一会儿就是把那个点一下，就是每天片头留一下在这儿，我们一会儿就把蛋糕送来，给他祝个生日。哦，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，一会儿麻烦你们一下，今天是葛思琪生日，然后呢，我们给他准备了惊喜，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整蛊，一会儿我会让老师就是比如说就是责骂他，然后让他留下来，然后我们就都出去。出去之后就立马装个蛋糕过来给他个生日惊喜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需要大家配合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们啦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首歌我在里面就有点就是不在乎，我还是得叫上头。无所谓，点个三次是最好的。确定吗？好危险。那你小心头发。啊，我们现在端过去吗？还是？现在端过去。先端着过去吗？在门口等着，会不会被发现？应该不会吧，他应该不会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嘘，护着我。啊！全班都在等你。你们俩是最后进来的。全部都在等你们吗？我觉得我们先拖着一个宝藏，就你后退小心点。妈妈要不要吸引人了？我想现在叫猫可跳了，在骂人吗？拿水去干嘛了？我说，我说这么打人吗？我48亿打的，我不会也是乱上了吧？那为什么不做？他真的不是，对对，就是他说其他人做的都不会有这个事情。Yeah.
验其实没有那么好，我其实不在说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们去试衣服，还要一个。然后这两天都早起也挺辛苦的，我们回去调整一下状态，明天会更早，好吗？嗯，其他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问，比如动作啊、队形有问题赶紧问，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。你们还有什么？